现场会看瓦斯、电力、电信，自来水，他们用户的他们预买的位置要让我们确定才有办法施工。台中市是很早就联合开挖了，别的地方有的是分开做，是各管线自行施工，那比较容易造成民怨。自来水挖过。 电信又再来挖，电力又再来挖，再来又瓦斯，四五年挖它是由市府这边主导的时候，只要每一个管线单位，我们都必须做先前的会勘，会勘之后来定位工班施工，才不会造成无谓的浪费。 你嘛，捌看过讲，伊风台机，因高空作业人去丢电线，吼，迄危险性是偌悬，对无？对于民众嘛是足不安全的，所以落地是有疏有危的必要啦。你即摆咧看啥？看障碍物啊，这边有电信、自来水啊，瓦斯已经找出来了嘛。你要找什么管路，你就全部的管路都要找出来啊。 现场施工的时候，先把胶围设施摆设完成，进行放样、切割，切割之后再来管沟挖掘的施工，由工人下进行配管的施工。 所以你们做这个工程有没有那种时间上的压力？有，一定有，而且上下班的时间一定要尽量错开，不要造成用路人的不方便。我们每一班都有配一个年轻人在专门的照相跟指挥交通这样子。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专业，他一并配合，能为把时间尽量缩短，不要造成占用马路的时间太长。 好，好，麻烦，谢谢，太谢。中午食饭，我拢外口拢食便当啦，路边凊彩的话，你无所在好啉的话，热热的要死，啊，冷的时候，像做自来水，啊，弄得湿哒哒的，新装户就是拢下起北打。 早上要比人家早一点去上班嘛，啊，玩就是你要全部都把安全什么都弄到好才能回去，搞到半夜一两点也有可能。日晒雨淋啊，然后身体都要弄得很脏啊，对啊，难免都要弄一些头发什么的。 以工会为优先，哦，我请阮出来，伊无甲你讲，啊，即件就规点卖做较好，啊，你会因为伊去赶进度，然后无顾品质，我伊无即款规矩，哎，嫌是一定的啦，嫌卖用骂咯，哦，大部分拢用耐心共解释尔啦，我互恁通常是有一个相对的危险性，哦，毋是讲我时间的上大，是讲独因为顾虑恁的危险，万不有啥物意外，阮无在去承担即个后果。 哦，也是足无法度的，哦，也希望嘛大家当体谅一下。做好一件工程，你以后会说，哦，这栋大楼的前置作业有些是我有参与的，或者是这个社区它的外水外电是由我们公司施作的，是这一种荣誉感，一般的百姓都对我们持以正面的，因为同理心嘛，浙江真辛苦。